应该杰克，不是小丑。打魔术师，他这是什么操作？正义惩戒了吗？带着帐篷。帐篷一刀。应该佣兵是双倒了。降鸟了那就不会倒。摸一下他。正好给我送一层，他还能再救一手，没吃的是误人，没有后遗症。打团打团，兄弟扯扯没了，哎呦，这个真是也行啊，怕啥？佣兵自己起来了，然后我去补心之电击，佣兵再救一下。我去救吧，他是蓝佣兵去了，他在偷人。接着补。佣兵没治愈了。
你敢丢吗？你肯定不敢丢，揍他一手！哇，这鞋子怎么重新修了？ 那没了，没人救得了我，他要么直接点，一刀斩，快走吧，探救人就输了。 能不能走？我还是个谜。哦，他回来了，平了，没输就行。 撞啊！看，肯定精神。那传送的话，早就走了。 杰克那杀前锋，那不就往输的打了吗？反正这把平局就够了，我是无所谓的。去你大爷！
输定了。大前锋近身，等会大印仗只能打一个。我反正不亏呀、啊。香雪呢？哎呦，别想着丢磁铁了，你直接过来救了。你看这队友就很灵性，直接点。上让他开吧，免得我开着开着被锤了。该走了，这不能戳，这个戳了可能命就没了。小丑。在军工厂那边。他一旦拉锯我就撤。溜了溜了。可以修了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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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一波闪现了，吸到他娃娃能修一台吗？他也不怕我偷吗？自信啊！扯了就跑。别炸别炸别炸别别别别别是得去修电机啊，有娃娃了。怀表，哎，至少活了就行磁铁怎么也吃了一刀呀、啊？还倒了！荆棘赛，
还修，还修，推一下推了，吃得过来呀！完蛋，他不修，没办法。 赶紧的，直接点了，别犹豫了。哎，地窖去了。 他这次还要弹吗？哎，我要是走大门，我又要重新打一局。不跳地窖我不走。乌哥不想重新打一局，重新打一局太亏了。 顶住，刚刚好。哎，不是这个小丑又在干嘛？你把他挂了，你不挂他我怎么走呀？ 我爬，哎，摇下来了，在哪呢？在哪呢？
他肯挂了，他终于肯挂了。真的去。我又没还一表，你说他何必呢？只能骑到9点之前打个无界一了。快了。磁铁即将去世，哎，这魔术师干嘛呢？抓黑妹啊！不是他抓黑妹的话，头铁啊！封窗吗？看一下，封窗了。哎呦！秋叶班的，秋叶班的，再揍他一下！怎么磁铁也在逛街啊？不仅逛街，还抢电机。魔术师在墓地，磁铁补我电机，三连没人修啊！我还不能去三连，我要去了三连没人救人了，只能去小木屋了。为什么走哪这个人就跟到哪呀？谁来补一下？队友不灵性，杰克知道我在哪儿。
快过来补！哎，灵性的，哎，这把就可以。揍他！揍他！揍！当你的面开，你气不气？好吧，开个玩笑。丢了，还没传送。直冲人皇机。应该是杰克了，估计是在追那个黑妹吧。台湾的修订机应该是黑妹的。杰克哪来自信抓黑衣妹啊？三台没喽。就可以挂死就无所谓了，不守了。我不用修。跟着队友一起修就行了。看来不需要，那直接过去吧。过来吗？你还真敢过来啊！
加好了，该撤了。嗯？等啥呢？咒术师咒他一下啊！有点慢。我直接翻进去修。刷先知，黑白。我觉得我这电机能修完。只要 QDE 按得准，修得跟机械师一样。然后他就上飞了。如果过半了就挂死掉了。传送啊，没有，他这边是送我救了。快补完，补完，补完就有机会，应该补完了，还能再捞一手。没办法了，天黑了。点了吧，点了吧。
看来出问题了，挂到 VIP 了。 明知道他打落地刀，走位一下呀！希望结石能走了。 你怎么没走掉啊？又要直奔人皇鸡。 这是要没了呀！他是怎么撞脸的呀？开个娃娃吧。 看娃娃这有没有在修？哇，还自救？卖了吧！我再救的话也没有必要。保平打了，保平打了。 竟然半天没传送他金身了，还好没去救，带了个金身防了。我靠，三连！
僵尸过来修啊，快点！他来了，修修修修修，别摸了。 过半，你看，金身，没有办法。 应该压他的，队友能不能灵性一点，直接走。 开这么一点啊！溜了溜了。